白首连子名在三仙台的北侧，是一处很淳朴的阿美族部落。以西里岸是阿美族语放羊的意思，这也是部落原本的名称。白首连原本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靠海小渔村，自从部落社区发展协会在2006年进行保报谷以来，部落由内而外开始蜕变。文化中心以巨大的漂流木为支架，用茅草为屋顶，搭配不规则状的白墙，整体建筑既有阿美族的影子，又有热带岛屿的风情，让人眼睛不禁为之一亮。文化中心里面是模仿一个小型剧场的设计，一楼就是让游客欣赏宝宝谷的地方，二楼则是瞭望海景的观景台，这里也提供旅客旅游资讯，同时展示部落手工艺品和农特产品。自2011年9月份起，比西里岸宝宝谷乐团每周六日在比西里岸文化中心有固定的表演场次。在比西里岸部落的各处，常有几米的11幅画作。